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话语的恩典和大能里面。祝福你，好像以斯帖一样，神大大的使用你。真的，神不只是在一些我们觉得神很重用的人身上，在亚伯拉罕身上，在保罗的身上，在斯布珍，在格里汉，在这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人身上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神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他是人生，我们说人生如戏，他是这一台戏的编剧。而这个编剧很棒，他编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有意义的。没有一个角色到台上来晃一晃下去，来了没有来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这样的角色的。我以前是做编剧的人，我最能够体会这样的感觉。其实每一个编剧绝对不会有一个演员，我是做舞台剧的，舞台剧每天要现场演出，绝对不会有一个演员说啊，今天临时不能来了，然后别人说没关系，他的角色来了也好，没有来也好，无所谓，没有的。每一个角色在这个台戏上都是有他不可取代的价值，每一个人都一样。上帝在你身上也有一个很荣耀的计划，上帝有一些托付是在你我一生当中要你去做，要我去做的。奉主的名祝福你，好像以斯帖一样，完成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个命定。那么，怎么样可以完成这些？我们说，上帝用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几天和你分享，上帝用一个，不只是外在的条件，外在很多的条件我们无法改变，但是你可以改变的是我里面，我的里面，我的个性，我的脾气，我跟别人的相处，这些是我可以调整的。不要让我的个性脾气拦阻了神可以更多的使用我这个人。而昨天和你分享顺服，我想你能够体会，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这个帮佣的人，或者是啊你的公司里面你 interview 进来一个员工，这个员工又聪明又能干又努力，什么条件都好，就是一件事，就是不听你的，你能够用吗？你作为一个老板，你大概觉得好可惜哦，这个人什么条件都好，就是我要他做什么他都不做，你也只好忍痛把他 fire 掉。顺服是上帝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先决条件，其他的恩赐才华都在其次。至少这个人能力平庸，这个人做事这个没有那么积极，这个人，但是我交代给他的事他规规矩矩去做，这个大概是我们用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吧。谢谢主，今天还要跟你分享。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在他身上我还看到一个很美好的德性，叫做知足。你知道这些被选出来的，用我们中国人说法叫秀女，选出来的这些秀女，好像满清山那种秀女，这些漂亮女孩子在皇宫里面一年的时间，把她们打扮的预备的最好的条件，然后呢等待国王召见他们，在宠幸他们召见他们的那一天，哇，是他们最荣耀的一天。因为他们很可能就这一天以后，国王如果不喜欢他，就再也就进入冷宫了，再也没有机会。所以那一天是他们做新娘子的一天，是最荣耀的一天。那一天他们享受一种特权，就是他要什么国王都给，要什么都给。所以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女孩子想尽办法开出一张最长的 list 来说我要要要要要，因为过了这天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哇，大家都要许多东西。可是以斯帖很不一样，圣经上以斯帖说，除了那个太监是该给他的之外，他一无所求。我好喜欢这几个字哦，圣经上说他别无所求。这女孩真特别，别人都趁机大捞一笔，可是他别无所求。你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在我们所在的环境活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态度？以斯帖知道说他最大的丰富是在上帝里面，所以我不需要用我自己的手到处捞。我们有时候讲说有一些人吃相难看，真的，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态度？这么多的秀女在那里，为什么这个女孩子
会能够被别人格外注意到，他身上一定有一些特别的恩赐。我好喜欢圣经里一句话说，敬虔加上知足是最大的利益。敬虔是人跟神的关系，我知道我活在上帝的祝福里，我就不会贪婪，不会在这一世到处抓抓抓，什么都要抓在手里面。敬虔是人跟神有一个美好生命的关系，然后你在你所生活的环境当中就可以活出一个知足的人生来。祝福你，在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知足荣耀的见证。上帝